就是今天有给你们一个任务，任务就是要帮我拍照，帮你拍照啊，然后那很容易啊，但是要拍得好看，因为我怎么拍得这么美啊？不不不，但不是我来评断的，就是我会发在我的 IG 上面，然后让大家去看哪一你们两个谁拍的照片赞数比较多。那要拍一点特别点的照片，要骗 特别一点，就是看你们要把我摆在哪个位置，然后动作也给你们指导，性感一点可以吗？我应该也没得性感了。好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个可以脱一半。哦，脱一半。脱这样。好好好，好 ，OK。好，这边。嗯，这个可以，谢谢。哇，感觉好像好吃咁啊！我想你，我都利用你。我不可以啊。只有他可以啊。我要你做道具。哦，道具。做道具，你可以这衣服脱了。哦。对啊，脱衣服，脱这个。怎么要脱衣服啊？突然间。我要你的背影。我背部不好看。好看。一二三，举手。你这乖乖。真的要脱吗？我昨天才脱完了，可能性球员。狗叔。哎，狗叔用狗叔，狗叔水入嘅，狗叔，冇得讲啊，狗叔，冇得讲，系你噶啦，冇话，真系要啊，前面你唔够肌肉啊，好，哇，牺牲很大哎，我首先也脱了，没事，别手吗？好，是我这只腰吗？啊，我会被人打的哦，别手，啊，哇，我会被人打的。好吧，这尺度蛮大的。我尺度很大，不是你尺度大，我尺度很大。在这里玩我的。没事，我会。眼睛。好了。哦。好难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哇。可能厚一点的一些比较，这些好像看不出是我嘛。没事，我就故意标记你。好，感恩哥你好嘢啊！利用我，今次到我报仇了。我这次的取向呢是一个比较搞笑的风格。哦，好。因为要跟他不同，然后呢，你要装你是一个。哎，你坐着，不要走，对，坐后一点，看了，你要装你是那个占卜师，你知道是不是？金卜啊，你要当这个是魔法球。哦，好，了解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好，来试一试。我要念咒语吗？一只手摸上去了，试一试。不像啊，这个两只手都摸上去，对，两只手都摸上去，摸着，对，好，来，接着一，好，差不多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这个会比较多 like 了，你看张英哥的样子，哇，搞不得哇，好，那等一下我就会把照片上传，好吧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会，我那个标题叫冷。一点好，然后他是加音魔法球，加音水晶球，水晶球。台湾文西 Only You， 星期一晚11点 ，Feel TV。